爷爷和小猪佩奇发现莱德队长飞上天空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蓝色涂莱德队长的头盔，用灰色涂飞行器，用红色涂莱德队长的衣服，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粉色涂猪爷爷的头部，
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深蓝色涂猪爷爷的衣服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